乡村，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昼，有没有一面能看清自己的镜子，有没有一个能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弄不懂是快乐还是忧伤，想不清该疯狂还是温柔，有没有一双能挽住明天的手臂，有没有一杯能告别昨夜的醇酒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时候才是你梦的尽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地方才能听我爱的笑着，是都市还是乡村，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昼，有没有一面能看清自己的镜子，有没有一个能松一口气的时候，弄不懂是快乐还是忧伤，想不清该疯狂还是温柔，有没有一双能挽住明天的手臂，有没有一杯能告别昨夜的醇酒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时候才是你梦的尽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地方才能听我爱的笑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什么时候才是你梦的尽头，刚才穆经理为我们画了一幅比萨斜塔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斜塔扶正，我认为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缩小经营规模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，对几个极易产生效益的项目进行集中投入，诸位经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我同意总裁的总体设想，不过实施起来恐怕会有很大的障碍。是我冒昧，若这样做的话，我们那些项目的投入不就打水漂了吗？按这个计划，我手上的几个项目都应该削减，我手下的几十个员工怎么处理呢？就是这问题，这问题挺棘手。好了，一些具体问题可以再开专门会议，在此一概不做讨论。我宣布，即日起，立即实施新的经营计划。
有事儿吗？今天的房费交了没有？到底交了没有？没有，怎么？逼债啊？请到前台交房费，否则就收拾行李离开房间。哼，住不起就别住，每天欠账，不怕丢人呢？我给你，大池，哎，你怎么了，大池？大池，怎么回事？来，快躺下来。大池。你怎么了？啊！来，快喝点水。大池，你又喝酒了，看你弄成这个样子。大池，啊！大池，你跟谁打架了？是谁打你了？你快跟我说，大池，怎么回事？我叫于丽丽，我是来应聘的。我小姐在哪家歌厅唱过呀？在好多家唱过。不过主要是在内地，深圳我唱的很少。让他唱唱试试吧。你试试吧。
丽丽，丽丽，不错不错，快过来坐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吃点水果吧。哎，谢谢。玉小姐，你开个价吧。我，啊，不，按规矩，老板给价吧。怎么样？这怎么样？这个吧。500，于小姐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500块钱一小时，全深圳都没有这样的价钱呢、啊。真是的，于小姐，做生意不能太狠了嘛，有钱大家赚嘛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嗯，就按你们说的吧。啊。玉小姐，明天晚上9点好不好？好吧。明天见。哎，玉小姐，你的联系电话。最近不太方便，以后再说吧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梅小姐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嗯。请把声音关小点。请把灯打开。请问还需要我做什么？需要你跟我说说话。说什么？说我在医院开盲肠。或者谈谈我们什么时候分手。
手也不影响我们做朋友吗？朋友？怎么做朋友？我这几天不在家，家里好像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不会有变化的，你的影子永远在这个房间里。别这样，微光。我们分手之后，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。阿云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我们之间就这样结束了。难道连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阿云，趁一切还没变成事实以前，我们改变主意吧，好吗？你的律师来过了。哼，就这两张纸就把我们的一切全都了结了。阿云，现在我们还有机会终止这份可笑的协议，你说是吗？为国，我不想骗你，我已经不能没有他了。对不起，为国。这就走吗？卫国，你多保重。起床了，哎，你干嘛嘛？
怪模怪样的，怪吓人的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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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忙。你给我起来。哎呀。坐好了。你昨天半夜去哪儿了？没有啊，我哪儿都没去。那我怎么觉得半夜三更的你没在屋子里？那一准是你喝糊涂了。丽丽，你可得说老实话。你说这些玩意儿哪来的？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呗。丽丽，我可是正经八百的问你啊，别跟我嬉皮笑脸的。谁骗你了？我当上歌手了。骗你呀，是小狗唱一小时人家给200块钱大洋呢。我看你啊根本就不值这个价。哎，哼，在你眼里啊我一文都不值。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干嘛？你干嘛骗我？还说在什么公司里干主管？原来你在干这个。干这个怎么了？干这个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。好了好了，大痴，人家是心疼你吗？再说了，我的老公怎么可以干这个呢？来，我给你贴上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丽丽，丽丽，来，怎么了？完了，一颗将要升起的星星，就这么坠落了。嗯。好了好了，丽丽，来，起来吧，来呀。好了，嗯。我看这狗皮膏药就给你自己贴上吧。讨厌。好了。香港那边在搞什么鬼啊？一切正常，只是我可能回不来。嗯，你别等着我，拜拜。嗯。找谁？打错了。特邀中国红歌星丽丽小姐。哟，你什么时候成红歌星了？哎，你得过什么大奖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行，我去找他们去。哎，丽丽，你听我说啊，他们这么做也不过就是为了赚钱，你好好唱，只要别让他们白费了心思就行了。那当然。去吧。
池，你不来陪我去啊？别怕，我在下头给你鼓劲儿。你听我说，这流行歌曲啊，那是个人他就会唱，你比歌星强多了，好好唱啊。嗯。诸位先生小姐，我们今天隆重推出中国的红歌星莉莉小姐。莉莉小姐的歌声优美多情，充满诱人的魅力。莉莉小姐，请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小姐，各位朋友，晚上好。今天我愿意用我的歌声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首先我献上一首《曾经》，献给我的爱人。的呼唤，我们需要一丝
哎呀，天伦回来了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打个电话，吓我一跳。给你一个突然袭击。香港那边基本搞定了，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。我还担心会出什么事儿，一直不放心。这可是几百万美金的交易，所以你就放心吧。这是一家国际性公司，老板是我父亲的密友。我在香港全面地考察了这家公司的信誉，信誉度相当的高。来，试试吧。我在香港差点没跑断了腿。我去试试啊。嗯，天伦，好吗？美，你太美了。可惜啊，你选择了总裁这个灰色职业，否则我保证你能入选十大名模。离婚了？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想把你牵扯进去。美，我真害怕伤害了你，真的。别这么说，这件事与你无关。天伦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怎么样嘛？真不错，唱得真不错。还有呢？什么？就这么一句好听的？就这么一句？不要嘛，我要你说一千句。回去啊，我翻下字典，把好听的都说给你听啊。讨厌。走吧。我要你啊，天天这样陪着我。行，我做你的保镖啊。
天伦，怎么了？干嘛不睡呀？啊？实话跟你说。说什么？不会是说你不爱我吧？我哪有资格说这话？过几天是你的生日，嗯，也许我会送你一件意外的礼物。这我知道，汤主任都告诉我了，你要为我办个生日 party， 怎么，就为这事儿？是。梅呀，你有一根白头发，老了。跟我在一起，你永远都不会老的。喂。嗯。我永远都爱你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怀疑这一点，懂吗？嗯。谁啊？哎呀，你也不小心点吗？我的小姑奶奶还不起床啊？嗯，几点了？下午三点。啊！哎，完了完了，下午我还有应酬呢。哎，哎呀，你添什么乱嘛！是，哎呀，讨厌，就这种衣服，叫我穿什么呀？都这么难看，真急死人了！哎呀，大池，大池，你快来帮帮我呀！大池，你帮我把洗手间的发胶拿来吧。啊，给你。哦，哎，纸巾呢？哎呀，不是在这儿吗？哦。怎么样，今天运气好不好？有没有稍好点的工作？电梯修理工，行李员，还有那家搬家公司。那你就在家好好歇着。我们呢也不缺这份工，怎么样，没有给你丢人吧？哎，我说，哎，丽丽，嗯，你看我像不像是个吃软饭的？你别瞎说，太难听了。亲爱的，我该走了，拜拜。大池，房间你帮我收拾一下啊。
请问是于小姐的房间吗？啊，这是她的衣服，全套好了。啊，多谢。于小姐不在啊，我应该亲手交给她的。哎，你他妈探头探脑干嘛？你给我滚！你是什么人呢？她是我老婆。招招手，摇来两杯黑。